好，我们是 DJ48 硬币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晚上的公演，谢谢。我们前四首欣赏了 Be a Fighter， 先锋号角，速，飞行国度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开心。今天我们的 MC 话题呢，是在运动会上发生的趣事。好，有胡小慧前辈先开始说吧。好，现在就 Be a Fighter 来那个第一个说，小慧有智慧。小智慧是小慧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胡小慧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，谢谢。耶、yeah!极限运动，然后还有那种灰烟，对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那个像你跳一场出一场汗，就跟我那个脏度差不多了。然后，让你毛孔多三天没清洗得多。你知道你现在出的汗，你的汗跟你的那个，你现在是不是有味道？不要跟我说话。你看你出的汗，你还说我，MC 话题什么？运动会，对，运动会发生的趣事。哎呀，其实这个运动会呢，基本上大家就是也有直播嘛，就是我们知道的你们也知道，你们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，然后我们不知道的说不定你们也知道。这个还要让我来说趣事，就是大家跑得快，然后力气大，跳得远，然后那个粉丝非常不错，投篮投不进，然后没有了。你们投不进，我投得进，没有，发生的事情就是，让我发现了我们队就是其实还蛮厉害的，就是发现了美军他跑步非常的帅，就是虽然他跑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陈美军的胜负欲，真的，就是在我平时看的，我觉得陈美军是那种高处不胜寒，然后无欲无求，就怎样都好的那种，没有，我以前跟男生跑的，所以就在这个方面一定不能输，是吗？对，是不是那一天我真的爱上了陈美军，真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要不你跑步吧，我跟他喜欢军姑似的，他只是喜欢跳舞状态的军姑，我只喜欢跑步的你。那我不需要你喜欢。美军他特别有钱，美军。还好啦。还有什么发生的趣事？其实我希望我们之后开运动会呢，希望开一些比较高难度一点的，就比如说看粉丝跳个寒夜之类的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，应该就是也可以多开一些就是比较好玩的项目，比如说让粉丝来那个表演节目。然后我特别想玩的是稍微用力气点的，比如说像拔河跳高啊，然后就是那种超级超级远的跑步。就是想要那种稍微挑战一下我们的那种学校，就是比如说那种围圈圈，数数字围圈圈抱圈那种，要靠脑子的我们就输了。对，那种是靠反应能力。对，你也输了吗？我那是因为我紧紧抱住人家不松手，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出去了。对，然后不多说了，有请下一位来那个发言吧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队学，谢谢大家来我们的十八个闪耀瞬间公演。十八闪，你们记忆全。
位子，然后让你带回了当时那个状态。对对对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太久没有站在第一排说了。好，来，他来吧，现在来一条，我们重新来一次。In your position。真的很配合我，就是默契。出道两年，就认识两年以来的默契哈。我是说，运动会哦，谢谢大家来到我们 Bill Fast 的公演，谢谢。耶。小牛奶上的，然后最后我发现你每投都能投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特别厉害，因为钱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一般就是射标啊什么都还蛮准的。本来我是就是眼小聚光啊，射击说错了。然后我看段哥打乒乓球应该还挺稳的，所以我就跟他换了一下。谢谢，耶、yeah!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张梦慧，大家可以叫我芝麻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N Fighter 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
谢谢。为什么蹲着？谢谢。谢谢。说到运动会，妈呀，让我想一下，就是运动会好玩的项目，就是我被一队围攻的那件事情，好难受啊，真的好难受，就那种无助的感觉，你们都离我去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不舒服。然后刚才我听小慧说，就是她不是，你不是希望玩一些更多的就是大的项目，对，我刚才突然想到了，如果以后加一个游泳的项目会是什么样的情景？可以那个，只有你办入场，可以，可以那个，可以在地板上游吗？就是、那个、不是游泳，你们哇什么？气氛这样真的很奇怪。对，不不，你想多了，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们要穿泳衣游？我们要穿潜水，我们穿新攻略服游泳。就穿这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。然后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 ！大家好，我是 BJ48 的沈小爱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BN1的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！等你们哦，沈小爱，耶、yeah, ，谢谢，沈小爱，谢谢，沈小爱，谢谢，哎，谢谢，MC 的话题是那个，是感性那个运动会的那个趣事。那我感觉就是因为那时候被胜负欲冲昏了脑子，然后我的忙脑子只有我要赢，我要钱，然后就没觉得有多有趣，就那时候就很努力、很认真的在干活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但是有一件让我特别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件事，就是那我和老刘两个人被挤出那个圈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拥抱是十分的温暖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结束后老刘请我们去吃了烤肉，然后我们吃了他半个肾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给他补补了。对，没错，就这个人特别特别有意思，他自己还欠着很多人的钱呢，还非要请客，他欠人钱不还，他请客人钱。现在刘贤欠钱的请举手。好像还了。那被他借过的人举一下手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，就是他就是请我们吃烤肉嘛，然后使命点的是你，我们都帮他舍着你，就跟你说明明是他，是他，我坐这儿。而且他是说让我们吃，他自己不吃，他请我们全都是他自己不吃。主要你知道吗，一桌就是他自己的那一桌，可能是他自己在把控，他自己那一桌226，我们就是他主导的，就狐狸之主导的900多，600多，没有600多。然后可是套餐400多，点那个牛肉。谁说要点套餐的？可是当时老刘说，我们说能吃多少，他说8000以内。对，我以为他得大奖了。他说8000以内的。你有没有一点说你为什么那么胖？我们才不胖呢，壮哥。你有没有一点说为什么我现在变这么胖？你今天的衣服为什么穿不上了？对，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队伍越来越胖？你知道吗？你来了之后，我真的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长肉。怪我。嗯。我是哭出了声。你需要打他吗？我帮你打他，他打不过我。打得过谁呀？那天可是把老刘撂到台上的女人。老刘不需要打呀，他肾虚你不知道啊？对啊，他这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？他自从请完课之后可能没事儿肾了，我觉得。所以大家我们 B 队的人都要你别说话，你话都说不清，你说吧。我要给他补肾，谢谢。耶、yeah! ！接下来请下一排的小伙伴说吧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 ！
年的朱莉。你慢点啊，慢点哥，我吓到你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BJ 风电 TV 的奶茶小妹甜甜甜舒丽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，耶、yeah!那么多年第一次发现美军的腿有点短，就是因为美军长的那个脸是有一个身高很高的脸，对，你别说了，最近很多人黑我说我矮，就说段段也比我高，我很就不算黑你，就算夸你可爱。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妹子，对，好吧，起码有人说美军都快哭了。哦对，然后就算这也是我多年以来发现的一个隐秘的秘密，对，在运动会上的时候，对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!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青玉文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ill Fighter 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！三六，心心念念只有你，优雅美丽小仙女，熬夜工作伤身体，请总注意多休息，青玉文。谢谢。然后我想说那个，谢谢。主动向我投怀送抱，你说我开不开心啊？落的就撂都撂不开，你们知道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看一看回放呀。然后就是，我希望，其实希望下一届我们的运动会的话，我希望有跟大家一起，就是一起有参与进来。你说大家都去抱你，大家都推我就好了，不用抱我啊！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狐狸之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 BJ48 的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输了，然后第二就是奶父竟然愿意请我们全队吃烤肉，然后就是奶父平时在我心中嘛，就是那种抠抠搜搜是吗？他是一个很大方。其实我想表扬你节约。没有啊，其实我就是抠抠搜搜的。那你那天就是请了我们全队吃嘛，然后因为有一种那种感觉，就是别人家的小孩有糖吃，然后我们家小孩很可怜。对，就是让我感受到瞬间感受到奶父是那种老母亲的那种形象，就那种觉得特别的温暖，那就特别喜欢你，真的。别说话了，但是就是我是想跟你表白的，我不想怼你。就是跟饭有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不不不，我就是爱你本人。可以，我接受了。真的吗？ Wow. 那你跟毛旭云，你喜欢我跟毛旭云喜欢哪一个？三条爱吧。谢谢您，谢谢大家。
耶、yeah! 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周杰毅，谢谢来现场的大家和看直播的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，谢谢。耶、yeah! 快乐，历史不见三秋，一日不见四画堂，周周我们想你了，谢谢。周杰毅，谢谢。说到趣事，就是因为不是有那个跑步比赛嘛，然后段奕璇前辈他跟我就是比赛前，他想一开始我本来要上的，后来他就让我跟他比一下，试试看我们谁跑得快，然后我就跟他跑，我就想他是吧，这么这也过分了点吧，我就想那肯定就想都不用想，没想到他腿的频率还挺快，对，然后我跑到一半我发现不对，情况不对，怎么后面有个人就突然就要追上来，然后我就想加快速度跑，然后结果啪叽就腿就摔成这样了，然后所以人不可貌相，所以你们以后还是不要说前辈腿短了，你不知道腿短的都是刀的快，例如柯基他跑起来很快的，因为他们够灵活。我想知道段璇前辈跟小燕前辈谁跑得快，那我迈一步他得倒死两步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 yeah! 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禁闭的陈美君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eer Fight 的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大家我记得你是优糖的呀，哦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多谢，谢谢大家。说到那个运动会，其实我印象深刻的有很多，其中一个就是有你们参与的那个篮球比赛，当时我们队好像就是每一队选那个三个粉丝上去嘛，然后第一个投了三球，三球不中，然后第二个好像也没中，哎，第二个好像中了吧，然后就第二个人中了，然后我当时惨了，凉了，然后就只能搞对面的那个，搞对方的粉丝了，然后我就一直用意念说不要中，然后真的都没中，然后我觉得很厉害，说明我真的有那个，就是那个练力是很有用的，然后，啊，哦，他们是间谍。但他后面跟我解释他为什么不中，他说啊，今天地太滑了，今天衣服也穿得太紧，然后篮球没有气，然后他就说了这个理由给我听，所以我觉得应该那天粉丝投不中是有原因的，所以很能理解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姚欣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O Potter 的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！谢谢。然后说那个运动会有趣的事情，其实我感觉我是第一次参加运动会，然后呢我不是上去玩了一个爱的抱抱嘛，然后就是前辈们说让我去试一下，然后我就特别觉得温柔的去试一下吧，结果呢
结果呢我发现前辈力气好大哦，就是我就想温柔的去参与一下而已，然后我发现前辈们真的他们的力气还有胜负欲不是一般的，我都害怕了，怪力少女，但是我也害怕，这游戏跟我没关系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我在里面就被大家就是拽着就扯，然后又拉着我，就是真的，我觉得我有一个名字，嗯，叫杨大力，都是要该回去练练了。嗯，那你是就是数没算过来，还是脑子没反应过来？都没反应过来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 ！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刘淑贤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、yeah!。谢谢熬夜伤身，工作辛苦，注意身体，我们爱你，谢谢然后那个这次运动会比较什么的事儿，有趣的事儿、哦、比较有趣的事儿。其实我参加运动会之前我是真的打算向大家展示我飒爽的英姿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没有一个环节能让我派上用场，好不容易我说我去玩一个那个就是运气球吧，我都无法想象滴滴滴就像脱个舞似的把它带走了。这个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我，在段玉璇。我要是正着跑，我也能把它拖成那样，我能把它拖飞起来，跟放风筝似的。然后还有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蒙着眼运乒乓球那位粉丝啊，他一蒙上眼走第一步那一瞬间，我就想这个游戏凉了。真的，我以为我看到了，就是那个你们看过那个就是那个小品叫什么，就是走两步没病走两步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有可能就是那位粉丝他的平衡感不是特别的好，就是蒙上眼睛可能会就是找不太准方位，但是我不想给他找借口，我觉得他就是间谍。哦，我也觉得他是故意的，我当时在想，我以为他是对面的。对，我也觉得就是运气不好抽到了对面的粉丝，如果这位粉丝你是我们队的粉丝，那我就跟你道歉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大家好，我是 BJ 方姐 Team B 的孙小燕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O5 的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解释了，要不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吃饭吗，
还是奶父，他请我们吃饭特别棒。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我们那一桌是五个人，他们那一桌是六个人。我觉得这那个就是我们这一桌，虽然说大家点的挺少的，就是我一直在说大家要不要点多一点，要不要点多一点，因为我的预算是8000，但是我们就按你预算点的呀。对对，我知道这个没问题，我是说啊，是我们桌吃的太少了。我们桌其实就想吃那个排骨，芝士排骨，后来点完谁也没吃，但是我把所有的菜叶全吃了，是我的功劳。把什么吃了？菜叶啊。哦，就那紫苏叶。嗯，全让我吃了。吃那有什么用啊？值钱吗那东西？那也不能剩下呀，我那桌那点什么垃圾都让我吃了。谢谢你。我觉得你们净吃些免费的东西了，就比如说南瓜粥啊，什么菜叶啊之类的。知道了，下次其实我下次绝对不会带你们去吃自助餐。我们吃的不是自助餐，是奶父掏钱的餐。对啊，没有，是我说本来要去吃自助餐，他们说吃不了，怕浪费钱。对，所以我们才选择了那种单人餐。然后其实更搞笑的是，你知道我们那桌其实剩了点东西，然后小爱和我哥两个人把那点东西全烤了。就然后他就跟过家家似的，就那种，就你是老公，我是不是，就是过家家。然后他们两个就把所有东西都烤了，埋了骨胎的。然后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我还给他俩录了段视频，到时候我会发到网上，你们可以嘲笑他俩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B 的优糖师傅林星河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 Bill Fighter 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然后，林星河。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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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河，林星河。谢谢。然后，因为运动会就是突然生病了嘛，然后就没有跟大家一起参加。然后，不过我看大家这次亲子运动会玩得很开心啊，是不是？哪来的亲子运动会啊？爹都不在。不啊，他们都是什么B 队的，这个的老姨，那个的妈妈，这个的舅舅什么的。我看他们玩都跟你有亲戚关系是吧？可能都跟我一辈儿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，所以你们现在愿不愿意现在陪我玩个游戏？不愿意。那就不玩了。没，说。你真的不陪我玩吗？都说了，你说呀。那就最简单的好不好？一二三木头人，我数你就不许动。就我一个人参与啊？就大家一起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啊！那我当裁判吧，要不然。啊，好呀。好的。好，那我数啊。一二三，木头人不许动。好，今天 MC 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你动了？我是裁判呀。不，因为你让我心动。我们闹半天是陪衬啊。你们不要老是说你不要老是说这些特别土的那些。不，我就喜欢土味。你是不是关注了微博上那个什么土味情话大全什么之类的？实不相瞒，我收藏了好几条。实不相瞒，我也有。那就是下面让我们欣赏精彩优美的曲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